第一，我们的用意是让13岁、14岁，因为第一比较早接触各个国际赛，让他们知道打国际赛的流程，在让他出国的时候比较不会有一些害怕或是慌张啊，让他提早跟国际接轨，你越早接触，对他们的训练上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遇到不同的球路，他怎么去应变，让他提早接触国际的一些不一样的打法，让他以后去不管是四大赛，或是国内的比赛，或是四青四少这代表队的比赛，让他很早去进入这些状况。我相信对台湾的选手能够接触这样国际青少年 的比赛，他们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学习到说当你从一个国内的赛事，那怎么样参加一个国际的赛事，它中间当中有很多的过程他们都必须要学习，包括了sign-in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哪一些情况，那报到赛程的安排跟国际赛它进行的方式是跟国内赛事是不太一样的。My name is Tasa Ponaro. I'm from Thail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clay court experience. And fir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to the tournament referee, tournament organizer, everybody who made tournament this possible. I hope to be here next year again. See you next year. 大家好，我是台湾的选手蔡长林。很高兴第三次参加彰化羽掌杯 ITF 局势，这次得冠军，每一关都很难过，每天都打了3个小时以上，然后也要谢谢大家支持我，谢谢主办单位。Out。